你不用太紧张，我妈妈只是看起来比较严厉，但其实很好相处，她不会为难你的。我没紧张，你放松，我很放心。哦，你放心，我很放松。呀，我们是不是不该买燕窝？太难炖了。阿姨吃不吃车厘子啊？我们是不是买错水果了？你还说你不紧张？没事。来了。妈，孟回，这么快就到家了？阿姨好。这就是沈毅吧？进来坐吧。沈毅。哎。我怎么看着你有些眼熟啊？妈，我是孟辉男朋友，我是沈毅，请你把孟辉交给我，我会好好对他的。你干嘛还兴起来？给你看个东西。好。猜哪个是我？你怎么一下就找到了？我以前可没拔。因为她最漂亮。没事，我现在也漂亮。对，你在我眼里，你最漂亮。再挑一张，我也能认出来。好呀，我找找。吃水果。哦。没事儿，不用这么拘谨。沈毅啊。对。啊。你爸爸就是千山集团的那个沈千山吗？嗯。那，你跟孟回在一起恋爱多久了？哦，我们没有谈恋爱。沈毅，我们是要结婚的。沈毅，啊，我就是问问，挺好的。那你们那个，生儿生女都行，我听他的。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吧？这个得看运气。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的所有财产都给他。我名下有一个化妆品公司，最近销量还不错，还有我投资的那些项目，还有千山集团的股份，我都给他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其实我见过家长了，我爸爸和我阿姨都很喜欢他。沈毅，你先让我妈把话说完。对不起，阿姨。我就是想问问，你们想吃什么，我好夹菜。但是现在我已经知道了，孟回喜欢的你都喜欢，
是吧？